晋阳，今天说是今天该打疫苗了啊，其实已经过了，就因为这个多米生小狗，把他还有那两只小狗，我们拖了两天啊。今天给他打第三只疫苗，然后给那两只打第二只疫苗。在此呢，也提醒跟黑客的啊兄弟姐妹们也该打疫苗了啊！提醒你们一句，提醒的是你们新主人啊，该给你们家的老七、老八、老大、老三啊，你们记着，就是这个时间段该给他们打第三针疫苗了啊。我们就不挨个通知了，反正之前也跟你们说过，就你们这个时间段就该给他们去宠物店打一针，或者自行给他打就行。三小只出来了，哎呀，很高兴的，很高兴的，马上打疫苗，马上打疫苗，开黑客，好了，大了，饱满了。记得打个小工。那一共三条狗，还弄错了就坏了。给我那个，给我那个，给我。黑客，你不能吃零食，你的眼睛还没太好呢。这家伙。这家真能办，我靠！哎哎，咬我衣服啊！我先给他打。看俺们小母怎么样？别看平时挺凶，打针的时候照样不动。呦呦呦呦！你起来，有点乱套。他们两个别捣乱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打个疫苗，你看，这就是经常出来玩习惯了，可美了。哎，走吧，疯了，太疯狂了，这几个小家伙。打个针，你都得糊弄着。给把这几个扔了吗？哎，这儿的帽给这儿呢。哦，高温消毒，把它给烧了。哎呀哎呀！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啊！哎呀，这个黑客最近跟他俩，只要一出来就太疯狂了。哎呀！哎呀！现在最近没有给他吃那么胖，这家伙你看跑起路来真的很利索，很利索的。这个体型上，我感觉黑客的体型现在是正好的，不胖不瘦。咋了？还乱吃不？黑客，来来。来，叫波来了，你看，疯了，他撒疯了。要是一条狗在外边，你喊他，他都能过来。如果要是都在外边，这三条，你一个都喊不过来。疯跑，疯玩，给来，给来，给来。哎，把那个袋子扔了。呀呀呀！听见了，听见了，没有。
看看这家伙，人家来了，呦呦呦呦，他俩还在抢，抢着永远比这个好吃。小母也来了吧，哈哈，黑哥上来了，你咋不叼了？人家不跟你玩了是吧？来来来，哎，这，你看还是叼那个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看这罗威纳就跟这加拿大就不一样，你看，他知道有吃的，他过来了，过来过来，呀呀呀呀呀呀，你得从那个头上穿过去，这家过来。这个小罗威纳现在跑起来像大狗的样子了。他在抱着吃。你看没？不许咬我衣服啊！哎，不哟！从我兜里掏呢，这家伙！这家伙从。呀呀，这是要着你不给，哎呀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包围了这会儿，从我兜里掏了，赶紧赶紧，赶这儿，掉了满地都是了这个。哎，越大越不一样，这黑客现在对这个环境熟悉了，你看跟小疯子一样，呀后边还咬裤腿子呢。吃，我都可爱看他们吃东西，俩手就跟小孩似的，爪子抱着你手吃。对，你看掉了满地都是，看你俩能捡起来吗？你现在喊黑哥，你现在喊黑哥，黑哥，黑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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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呀呀呀！对，好个，黑哥，还是抢那个蛋，不抢了，不抢了，咱不抢了。让着他点儿，你过来，黑客来。他过两天就走了，黑客。黑客来来来。哎呀，你看这爪子了没？看看那个小母的爪子。呀，挠上去就有一道一血道子。嗯。太兴奋了，他仨。你要是这样，人没法跟你仨玩了啊！快过来。哎哎。呀呀呀呀呀！你能不能等会儿？你等会儿，我手里有没有？你给我等会儿。你给我先看看，你先看看啊！妈呀！你看那小母把我手给我弄得都红了。这一道一道的，你看。回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。小母的主人听着啊。嗯，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。我玩的时候不能让它兴奋度那么高，先让它跑，先让它跑，把它累坏了。累坏，释放完了这精力。呀呀呀呀！看没？跑吧跑吧，先。这还三只呢。你如果说那十几只也在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正是特别兴奋度特别高的时候，又不一样。哎，等到过完年了之后，你看看啊，艾米的、多米的、妞妞的，这三窝一块出来。对。哎这十好几只，20只，得20多只，现在都10几只了，13只了。到那时候就得买一个结实点的裤子一类的啊。打疫苗了，这两小家伙也接近回新家的时间了。你看，他们两个确实，也该那个回新家了。但是咱们考虑一下，就是等妞妞生完了再让他俩走。先看一下情况。妞妞也差几天，差不了几天了。我有31号的话，1号预产期。对。元旦的时候。元旦过了，元旦有车还能走，没事。哎。你看这眼睛坐姿，很骄傲啊。把这个皮儿给扔出去吧。越咬越小，越咬越小。玩会儿吧，让他仨。今天气不是很冷。